伫减负政策推行下骹，学堂的课外服务课程设置是搁较多元丰富。其中闽南文化课是本地学堂的一大特色，这有法开阔囡仔兴趣爱好。考验的搁是师资是毋是有法通配套。伟杰是湖滨小学闽南文化课程的第一批教职人员，这毋是会晓讲日常英语就有法通做的工作，是需要专业考级才有法通持证就工。作为老厦门人，为着经历闽南话对死行到落魄这个复兴的阶段，小学时阵学堂无鼓励讲闽南话，家己会晓讲是因为有家庭环境，所以即阵真希望用家己的力量唤起新一代的学生对闽南文化认同。其实囡仔是真感兴趣哦，你看因咧读的迄阵啊，迄个表情，吼，迄个真安尼，真想要读，咱读啊真热情的迄体，就知影讲啊，囡仔应该是够有兴趣，但是呢，即阵囡仔也拄着一款问题，即阵较无即个讲闽南语的环境，吼，真侪囡仔虽然是厦门出世的，啊，但是呢，踮咧厝的大人计甲伊讲普通话。来学堂一般也是计讲普通话，伊有法接触到这闽南语的这机会太少了，所以有一寡厦门囡仔，伊会晓听，哦，会晓讲一寡简单的词，但是要叫咱规句规句讲，伊有时讲袂当出来。反倒是有一寡虽然是外地来的囡仔，但是学啊真认真，来踮咧学堂有认真学，有时讲了说比咱这本地囡仔较好。